电梯修好了，这电梯是坏了，怎么老是都是这个电梯？什么意思？这电闸是坏的。为什么 ？Doors closing, elevator going down。你要倒垃圾吗？不倒，我刚按八楼，他上到十一楼，还给我开门。现在天黑的好早，天蓝。羊肉的时候到了。在上沃兰克，我的保瑞特，下沃兰克，我刚上瑞奇，在沃兰克。先去了木屐，把东西拿买上，然后你再走。在这儿。对，就那个拐角就是。不是。杀了你！就是那家。这家店可以吃饭，可以免费唱两个小时的歌，去不去？去。为什么不去？全聚德。差点让金德了，金什么？金杯德，全聚德。啊，这种登山的感觉。他们这个招牌也是空运过来的吧？
至还卖月点心，是一家吗？在八点半有一个预约，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太早。大凡文字啊？对，这个是我。这个还是这个？下面这个。这个是吧？对，是的。吃的是团购哈？啊？团购的。对对对，团购的。好，谢谢，谢谢。喂，你好。好。谢谢。你这两人套餐。对的。就这个凉菜选一种，主食选一种，那个餐酒选一种，啊，一人一杯。然后如果你不要酒的话呢，有可乐、雪碧、橙汁、苹果汁还有茶。好，谢谢你。可以任你选，谢谢。就一人选一杯就对了。好好。Thank you. 这边各选一样。麻辣鸭子怎么办？主菜选一样吗？对啊。主菜也是选一样。对啊。没有，主菜是不用选的，主食是选，它有货的就是要选，哦，懂不懂？对对对，全聚德炒饭吧，猪肉白菜水饺我们可以吃到里面那家新开的水饺店，或者买速冻的，然后招牌，为什么是招牌餐酒？他们家餐酒什么？全聚德啤酒还有，你喝什么？谢谢，我喝苹果汁吧。你喝酒吗？我喝苹果汁。OK。好，谢谢。确定了吗？确定了。好，哎，我们要这个麻辣鸭胗。鸭胗那个。对。还有炒饭还是水饺？啊，要炒饭。Yes, OK, 炒饭。喝的话，我喝苹果汁。苹果汁。对。然后你喝什么？你呢？苹果汁。苹果汁两个 ，OK, thank you。苹果汁两个，鸭炒啊，鸭炒饭跟一个鸭胗 ，OK。对对，好，谢谢。
平价171，黄色的话，不是不二的话，159块钱，是不是非常划算？干嘛？一般关注公众号做自己领导课然后回到告诉你后面还有多吗东哥又怎么样？下次我要去的话，就下次还来。那么下次还在吃这个水饺吗？好吃。你好，谢谢。好，谢谢。看好了吗？怎么样？还有以前小学。想卖不买的是什么？唐僧肉。对啊。对啊。嗯，浪费。味道很不错。菜饭的货，等于菜系的那
点冰。Thank you.
啊，看电影吧。我明天要看画。行。看完回家，吃完回家了。明天要干嘛？我有我自己的事。你说嘛，写单词。嗯。什么单词？哇，这个超慢。那个炒饭里面放的是腊肉吗？没有。真的？鸭肉，鸭肉。我不这天吃不饱吗？太简单了，快吃日本咖喱。然后我们家的那个鸭也是现成的，炒饭挺不错的，然后有炭香味，怎么样？你看，这是什么？
蒜，来换点葱，来换点吃姜。我也不吃姜，特别喜欢吃姜泡的东西。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我们半杯八两啊，挺好喝。对，上去。这个面，上午放，走走走走走走。我知道，你看后吃咖喱饭吗？让你看，是这样吗？知道吗？保定人是？北京人是？北京。把饼都插了。怪事了，西安的好吃你怎么没带我去吃呢？我爸带我去吃的。你怎么没带我去吃呢？那你就走了呀。我们十二月份回西安，你怎么样？十二月份你走之后，我爸带我去吃的。你放你狗屁哦！我跟你一块走的。你从西安回广州，广州你坐飞机，我哪走过？怎么走过啊？自己走过。那是第一次你回国。那可能第一次吃我爸的。那第二次回国，你怎么带我去吃？没时间啊，时间太紧了。是不是时间太紧？你再吃一个，最后一个了。我不想吃，因为没肉。你咋有啊？
把虫子看住了。你别打，你吃完了就走，不要把嘴张开。看着就行。来，好，今天上线了吗？你跑步的澳大利亚呢？我跑步啊。台湾、香港是全球第一，美国是最后啊。最先播放的。澳大利亚的。自己看，三月份的事。现在是三月份了。3月31号。什么？哦，睡着觉了。它不是恐怖片，不是鬼的那种恐怖片，是像那个吓人的。你还记得我们当时看那个《逃出绝命镇》？看过就吹了。我看过啊。那走吧，你确定吗？反正你晚上不在家。反正我明天晚上不在家，你也在。